智慧商厦办公室资源有没有充分利用？怎样提升管理效率及能源效益？智能办公室可以妥善记录会议室使用率，了解员工的工作模式来规划办公室，减少空间浪费。透过 IoT 感应器监测办公室的能源和设施使用状况，无论范围有几大，物管同事都可以轻易了解办公室的实时状况。当大厦出现异常情况，系统就会即时通知同事作出应对措施。如果将装置连接电源开关，室内照明、温度和空气质素都可以长期维持在最佳水平，提高能源效益。商厦设施识自己沟通，不只能够提供更佳用户体验，更可以提升管理效率和物业价值。 IoT 智能物业带来无限可能，帮你善用空间，增加收入，优化顾客使用体验，同时提升管理效率及能源效益。已经开始转型导入 IoT， 但未想到自己的数据可以怎样应用？立即联络我们，帮你将数据发挥最大效用。未开始的，我们可以安排专人去你的场地视察，将它变成智能物业。